前审得有关官马自买自卖、强占民田、上下勾连贪污公堂一案，在下人犯可都认罪？大人，我冤枉啊！屈打成招，冤枉！哎呦，我都快被打死了！贫道有请钦差大人验伤。 胡闹！本官这有刘大人移交卷案，此时反口，罪加一等。钦差大人，钦差大老爷，我真的是……住口！问道再答，不然掌嘴。范官，副长珠，副长珠在。 你有何话可说？无话可说。怎么个无话可说？该说的都说了，全记在问状里。范官已经画押。说起这官马买卖，你是直官专管，应算是主犯。咱们案卷中却如此轻描淡写。钦差大人，他与 原判刘大人，互称的那啥兄弟，啊，有这事儿？啊，所以重罪才全推到了范官身上。也是这人，让兵士先将贫道拘起，然后威逼利诱，他们还装神弄鬼吓唬贫道。刘大人，他们胡说八道！跪下。 我有哥哥，虽是姑表兄弟，但已20年未曾见面。世间，哥哥根本不知范官是我。如有隐情，我今天也不会跪在堂上了。大胆副长珠，竟敢咆哮公堂！我问你了吗？来人，有！众家加起，以示惩戒。是。 刘大人，得罪得罪啊，国法如此，不得不为。嗯，胡大人，请。此案既涉亲属，按律，刘大人理当回避。哦，胡大人，这是要轰我走啊？哎，岂敢！ 本案如果没有卢大人见证，本官无论如何了断此案，怕是以后都说不清楚。还望刘大人每次出堂旁听，以正本官秉公执法。胡大人，本官从未想隐瞒，你可以问问他们。我与我兄弟相认也是在大庭广众之下，此事 我将奏明圣上。你和傅长柱的事，本官听从皇上处置。来来来来来，方才刘毅小哥从里面传出口信，说那几个狗官正在串供犯案。那钦差又是刘大人的死对头，看来 这案子对我等不利呀！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那我等就在衙前等候刘毅小哥的消息。如果那钦差真的为难刘大人，大家就去击鼓鸣冤，跟他们上堂对质，绝不能让那几个狗官翻了这案子。胆小怕事的，要走现在就走。老汉我一不拦着，二不笑啊。您把我们看成什么人了？这个官司大家应该共进退。 对，大家共进退。好，傅长柱，我问你，下跪三人同犯之中，谁的品级最高？范官的品级最高。涉案官马的四卖，谁的职权最大？范官职权最大。如此，说你是主犯，你倒是认还是不认？认了。 所获赃银几何？千余贡任，接手此事2年有余。所获赃银
1,200余两，一派胡言！会计筹算，两年间至少出入20,000余两，你只承认区区小数，是不是想蒙蔽过关呢？确实到手只有此数啊！这20,000余两从何说起啊？还敢狡辩？不是放官狡辩，每年从千户手中买马，在收取的回扣也就5,000两上下。 本县县令还要从这笔银子中提钱，剩下的大头都要交给上司。住口！你既已承认是本案的主犯，又哪来什么上司？切莫胡乱攀咬。没有上司认可，犯官如何谋得这份差事啊？再说，犯官接手这份差事也就2年有余，之前他们一直在做。你且住口，问你再答。尔等勾当此事多久了？ 也就这2年，最迟是在傅长柱的授意之后，才这么干的。对，就2年。傅长柱，你还有何话可说呀？胡大人，我插你一句啊，您为什么不问问这道士，他借石马装神弄鬼，这是哪年开始的？这个，<笑>刘大人。 这是教我如何断案。没这个意思，给您提个醒儿，断案切不可先入为主。刘大人才学出众，能言善辩，本官不敢攀比。唯独这听讼一事，本官自认并不弱于大人。大人早年出仕前朝，也不过高安县城，下官本朝，吉安县令。 明正律正独挡一面，也断过那么几桩轰动一时的疑难大案。这些想必刘大人有所耳闻吧？知道，说这干嘛？胡大人，给您提个醒，继续。你说，2年前贫道受县令之托，故有石马一说。是，那块地。 原本就是牧场，被刁民们结伙开发，掘墓所找到地方索要故地，但刁民们拒不退还，有道士法不责众啊！大人，犯官也是出于无奈，出此下策，搬出石马，只为安抚民众，退田还亩，以利国家。 如此一说，你倒是个好官啊！不，犯官还是有罪的，比如贪图小利，比如，收受贿赂。胡大人，这刘某又要插一句了。那块良田可撂荒了3年了，现在在堂上的所有被告指认良仔，率先指认良仔的却是傅长柱。没错，胡大人。 傅长柱到任时间是有案可查的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，其2年罪期可证不误。刘大人，既然知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，又为何干扰本钦差办案？胡大人，这叫什么话呀？知道您断案有私，怎么不许别人说一句？说我有私，有何凭据啊？胡大人，如果说一堆人一块说一件事，你就相信的话，那只能说你相信走在前面了，这是断案大忌。 刘伯温狂妄，目无钦差，就是目无皇上。胡大人，管子曰：“不为爱人而忘其法，故曰法爱其人。”刘伯温欺君罔上，本钦差要与你面见皇上。我告诉你，胡惟庸，你敢徇私枉法，我御史台专章弹劾你。哥哥，莫要因为兄弟与日狗官斗嘴，要杀要剐。 求你担当便是。傅长柱，你竟敢辱骂本官钦差狗官！你，傅长柱犯罪认罪，自有律法处置，我心甘情愿。你这狗官，却因此事羞辱哥哥，你着实该骂。老子就是骂你了，你怎的？狗官，狗官，狗官！你住口，兄弟，不可自讨皮肉之苦。好一对哥哥弟弟。 我今天倒要看看你们如何骨肉情深。来人！
难道都要造反不成？来人，来人！有！我们要让你们打人，我们做主。堂下何人喧哗？回大人话，一群农民在外击鼓喊冤。今日暂时休庭，下次再审。